儿子看好了啊。啊，妈妈你干啥呀？妈妈，妈妈快回来，微信快回来，干嘛呀你？看好了。看啥？三二一，看哪呢？咋了？走你。哟，妈妈被水冲了，我没有妈妈了。妈，哦，还有你在乱讲些什么啊？下来。我不快下来。你下去干啥呀？妈妈教你游泳。我就不也行啊。你是什么？我是河马呀。你听说过有爷是河马的案例吗？那万一我就是那个案例呢？也将当着小童了，我能害你啊？快下来。我不敢。怕什么？水里有浮力。多大的浮力我也不去。快点嘛。不，你还是给其他家长谋福利吧。你是河马，苗子里是有三点水的，必须有水节约。啥嘛的啥还有三点水的，我就不去，不去。这个小呆婆，你顶嘴倒是挺会啊！快下来，水里老舒服了。真的吗？妈妈啥时候骗过你？来尝试一下。好吧。哎呦，你慢点。太疼了，我不去了。别动不动就放弃，从这边底下，对，改个加速度，空通一下就跳江来了。好，我改个加速度，空通一下，咦，好高。哎，行，这样也行，下吧。哦。哎，六块，不错吧？妈妈可以了吗？什么可以？接着下呀！啊，我要不就这儿下呗？这儿哪能下得会？来下。变了吧，儿童区挺好，我就这儿了。来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有没有潜水区呀、妈妈？哦，勇敢！来，潜水区在这边。来，跟着妈妈下下。妈妈，这是潜水区吗？我感觉不太浅啊。